我是库尔班，世界贸易中心健康状况登记系统的参加者。我很感谢登记系统持续于致力于找出911事件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。在911事件15年之后，登记系统持续对我进行追踪，倾听我的健康疑虑，并协助转介到有关的健康照顾服务。我有信心会完成登记系统未来的调查。